朱主任，我们这次三年 B 班带给你的欢送会啊，一定会好好的感谢您，给你大大的惊喜，让你感动到不行哦。大家，你们要记得把清单上面的东西买好，然后不可以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哦，不然这样就不好了。祝主任好。啊，好。 好好享受你的欢送会吧，朱主任，我们欢迎你。你们。 太过分了，朱主任，你先不要生气，不要再说，何老师，三年 B 班永远都是三年 B 班，连我要走了，你们还跟我作对，你们根本就是要我永远忘不了你们了。主任，我们是真的辛苦。好了好了。 我没有生气啊！哦，好险！你放心啦，我现在已经交出学务主任的棒子啊，所以你可不可以毕业啊，我管不着了。所以我不用怕你喽。主任，之前。 因为我的家境不好，所以你私底下帮我申请学校的补助。这件事情你一直没有跟我说过，我也没有办法当面跟你说声谢谢。现在你要离开了，我想要很慎重的告诉你，主任，谢谢你。主任，以前我们常常不对盘。 也常常恶言相向。你要干嘛？站好给我收声啊！你收试试看啊！你又不敢。放我走！但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高中生涯里面难忘的回忆。以前的我不太懂事，请主任多多包涵。这些日子也辛苦了，谢谢。 支持贺老师和发起不尽教师上课的风波吗？王妮妮，你身为班长，赶快带领他们回去上课啦，不然就给我站着上课。站就站了，站啊！大家，我们主要诉求是为了贺老师，你就不要再惹事了。我站着也可以好好上课啊。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用行动反抗师长。 当中也跟你起了一些冲突，不过我希望主任知道，我是针对事情，不是针对你，所以希望在你的回忆里，我还是一个遵守校规的好学生哦。谢谢。
谢谢，主任，我爱你。谢谢，主任 ，Love you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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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